兄弟们，看看咱们今天的病号饭，这个有饭有鱼，这是老爸今天钓的鲫鱼，这个是豆角、西兰花，看这面了没？水芹菜啊，昨天就是为了采这个水芹菜把腰扭的，所以现在只能躺床了。开动，哎，真正的躺平吃法呀，因为不能坐，一坐起来就很痛。就是不能压迫这个腰这个位置，先喝口汤吧。哎呀，躺在床上吃病号饭呢，也是幸福的。嗯，看到没？这是我前两天买的那个，网上买的豆角，10块钱一斤，买了5斤，50块钱，寄到了。我老妈爱吃这个，哇，这个水芹的味道特别浓郁，好吃，而且很嫩还不老。看我老爸钓这个鱼，这个鲫鱼应该炸着吃了，就是炖的话刺要多一些，炸完了再焖一下，把那刺焖酥了，不然这就得慢慢的吃。咸菜漂亮，一般我吃饭有点小咸菜，吃了就顺口。嗯，多久没用勺吃个饭了？看看我们这个餐后水果，妥妥的，吃过没？这个是冰糖萝卜，嗯，脆，爆赞。